2000人订阅，抽奖活动开始啦！听不懂粤语的朋友没关系，请打开你的字幕，就有中文字幕上来啦。咁啊，首先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先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会举办翻一个嘅抽奖活动，回馈翻大家对我嘅支持。咁啊，有少少心意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，首先讲下奖品先啦。奖品咧系呢一个嘅台湾卖卡500点，总共系8张。8张，咁会有8位名额系攞到我呢个嘅卖卡500点。咁啊，抽奖活动咧个详情咁啊，而家讲下啦。咁咧就会分咗呢个会员限定抽奖池同埋非会员抽奖池，咁啊总共2个抽奖嘅池嘅。咁啊加入会员咧，你就可以咧2个抽奖池都可以参加，咁啊你会有2次嘅中奖机会。咁会员限定池咧名额系会有5个嘅。咁啊，由于呢个会员人数唔多啊，所以咧你入咗会员嘅话咧，你中奖嘅机会系会好大啊。而非会员限定池咧名额就会有3个。咁啊，如果你想成为我嘅会员嘅，咁啊揿一揿订阅隔篱咧会有个加入掣，咁啊揿一揿就可以啦。咁啊，讲下呢个参加呢个抽奖嘅方法先啦。咁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嘅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咁第一点就系需要订阅我呢一个嘅 YouTube 频道啊。得奖之后咧，系需要呢个 Capto 做认证嘅。第二点就系要赞好同埋公开分享呢条影片去 Facebook。同样啦，得奖之后需要截图 Capto 作呢个认证啦。第三就是在这条片的下面留下你想对我讲的东西，那你可以是建议啦，或者是我改善的地方啦，或者你赞我都可以。第四点，留下你的 LINE 或者 email， 我要得奖，你如果我抽中了，你是要我一个月联络到你的一个方法，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？这个一定要注意的，就是一定要是在这条片度留言同埋留低你的联络方法，如果不是抽不到的，那个抽奖那个网站是需要在这条影片度我才可以抽得到的。那抽奖的结果呢就会在这个2020年5月13号会用这个直播的形式或者是影片的方式去公布这个得奖的名单的。咁啊，保证系公平公正，冇内定嘅，即场抽。咁啊，首先都多谢晒所有大家嘅支持，日后咧都会继续举办更多嘅抽奖活动嘅。咁啊，大家要多多留意我呢个频道啦。OK， 大家快啲嚟去参加呢个抽奖活动啦！呢条片嚟到呢度先，记得留言啊！好啦，拜拜。